旧历过年之前，台南关庙区新埔里里长伫咧访视的过程当中，发现里内有一户身心障碍的民众处理，伊的环境是介垃圾，并且是厝内有真侪破损的所在，生活品质是相当的歹。后来转介户区公所寻求帮助，今日区长带着区内的替代亚男甲志工来为现场清理甲打扫环境，希望弱势民众会当恢复自家的环境。今仔日一透早，台南关庙区区公所的替代亚男甲志工，就伫咧区长的率领之下，来到了区内一户身心障碍民众的厝内底，来帮忙打扫甲整理，希望会当带予弱势民众一个清气的环境。我接到咱的新埔里长吼，中里长非常爱心的里长吼，会通知吼，我马上吼会过来现场看吼，啊，因派小儿科新班的吼，让科长了解吼，啊，了解了，我感觉吼，真正做需要帮忙啊吼，所以阮现有的替代吼，阮调动五个替代吼，公所刚刚五个吼，啊，总共十几个吼来现场来帮忙清理啦吼，但是阮先第一步吼。就是讲，把所有的粪扫吼，规间粪扫吼，大概要甲四车的都粪扫车的量吼，完全甲清掉了吼。李进福林家是伫咧过年前，李长伫咧访视的过程当中，意外发现厝内底环境相当的太过甲垃圾，房屋嘛有真侪所在拢有损害，只好转介服务公所来寻求协助。李长嘛希望各界善心，来当做伙来帮助，互社会更加有爱。我甲去摆因内底，看到内底规个。实在无生人哩大家庭，所以咧我看到嘛非常伤心嘛。啊，所以伫遮我就是吼、哦、来拜托阮关庙区的区长，啊来甲带动咱的科长啊，甲咱遮公所人员吼啊，一寡咱的说咧替代伊的，啊甲一寡社会人士啊，大家来甲拜托帮忙。了后咧，阮后续阮会搁再甲公所社会科咧来联合，就是讲每一个礼拜来甲。行看看有改善这个生活，阮这个生活品质爱一定要好，无好咧，子孙咧，这个家庭拢会袂当身体袂健康，啊，对咱社会问题会产生足大。伫咧摒扫完环境了后，后小区公所卖帮忙问下市府，也是讲在地的新善团等等，来找找房屋修缮，也是讲二手家具等等的资源，希望会当大大改善民众的生活。硬体、软体有需要帮忙，他都咱里长有讲过吼，啊，顺着劳工局吼，诶，再生家具啦吼，啊，环保局诶，长宁阁诶，再生家具，我们询问吼，先去索取啦吼，诶，有需要帮忙，我们先要帮忙。不过的话，包括厕所整修、厨房的整修部分吼，我们要动用关庙行政团的力量吼，还有一寡诶社会善心人士来帮忙。不足的部分吼，我们寻求市府的社会局、劳工局来协助吼。是当希望我们关庙区有满满的爱心在注入吼，帮助每一个角落的穷苦的人家吼。所以我们的里长发现这个角落，我们全力总动员吼，总动员吼来做一个帮忙，包括是软体也好、硬体也好、精神上的协助也好，我们都全心全力来配合跟协助。透过里长的热心，还有区长的号召力了后，成功让弱势民众暂时有了清气的住家环境。马其泰所来，还有更加侪力量加入，让因的日子会当愈过愈好。记者柯佳敏关庙区采访报道。